赶时间还是路案看不到？一辆白色国产轿车竟开车直接驶入暂时被封锁的车道，结果失控撞向障碍物，在路上连翻至少四圈。网上流传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，事发大道共有三条车道，右侧两条车道暂时被封，相信进行铺路和修路工作，并有安置三角锥，示意道路使用者只能在左侧车道行驶。其中一辆国产轿车踩油门驶入被封车道，结果失控撞向障碍物后翻覆。不少网民批评该轿车司机活该和愚蠢，认为事发车道已经放置三角锥，不解司机为何由此行为而酿发车祸。兄弟生命比赤道更重要。